万千世界的命运已于此断罪之眼中显现。哇，他那个这个皮肤看着挺好看的呀，有种那种宴会的感觉，有点像那种就是跟芭芭拉他们的那种就是教会的那种有点像。不过蒙德好像都是那种风格，就是有点那种哥特西式的那种风格。另立天地宇宙，我觉得比原皮好看，因为我不太喜欢原皮、那个、我其断罪之皇女，原皮那个感觉不太好，现在这个挺好看的。去打一下这个小宝宝。我这个飞剑固若金汤，而且还是现身吧，奥兹。八千多吧，这个飞剑我要是把它后面再把它升满，肯定一跳接近10000应该是。不过这是五星武器，可以看到现在是职业换线，8600一跳，但是我换成绝弦加那个暴击头的话，回应我吧，大概7600的样子，而且裸的也才8000，就是加了中离减抗之后才8000。近距离欣赏一下他这个皮肤啊，其实我觉得菲切尔这个眼罩不太好，其他的真的特别好看。然后他的皇冠上面还有一个紫色的水晶，去看新型的一个服饰发带，神之眼在背后，一个蝴蝶结，非常淑女的一个感觉。另立天地宇宙，分封乐园伊甸，我其断罪之皇女。接下来换上绝弦。平时我的攻击白心是给甘雨用的，我说我的暴击头，好的暴击头太少了。绝弦之后面板是另立天地宇宙，这个、就比较普通的一个面板，分封乐园伊甸。去看一下，刚才是加上中离8600，我这个都没有升满，我伤害还是可以的。安如磐石。哎，我去，哦，居然有8024，可以养。这样算下来的话，就是我的话应该是7400的样子。我等这个东西的到手完了。置业换线。8000，哎，这就差一点。这个东西的话，少差不多。拒收兵器。不过把这个升一下，反正一跳7000多嘛，就是正常小毕业的。我这个套子这些还反正就是这样的。绝弦的话也是非常泛用的一个武器，像这比这些弓太多了，这把弓感觉根本没什么用。